4月6号，迪丽热巴在微博晒自拍并配文：“驼个腮都是爱你们的形状。”照片中，迪丽热巴双手托腮，摆成爱心形状，刘海微微盖住深邃的大眼睛，依然电力十足呀。随后，乌力热巴还在评论区留言：“来这里聊天哦，各位美女。”有调皮的粉丝为了吸引到热巴的注意，故意留言：“你刘海假的。”而我们可爱的热巴也回应道：“你在瞎说什么？这爱豆与粉丝之间的互动也太有爱了吧！”芒果乐新闻，这么好看的热巴仙女还这么宠粉，这真的合理吗？不的。